我觉得咱们家，有些陈设吧，太老了。我觉得放那儿也碍事儿，我就都收了，扔了。是有点陈旧哈，但我觉得啊，那照片它也不碍事儿，而且您不该不经过我允许就私自动我的物品。来，先吃，吃完饭我们再说。吃饱了吗？说吧，住哪儿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把它捡回来吗？你那么在乎你爸爸，不是还把你扔在国内，自己跑到国外去了吗？你要想清楚了，你从小到大是我里里外外的为你忙活着，是我在养你。你说那张照片就放在家里头，这些年。你顾及到过我的感受吗？啊？我实验室还有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妈，你扔掉的是我们一家人的照片。上面不只有我爸。